这都是他们的地体工作室，地体工作室知道吧，他们那些画画的全在这边画。都是黑出租，有王的 taxi， 实际上这边的人还基本上就是原来他当地的那些农民，他们这帮农民也发了家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把地全收了，他们都变成市民了，是吧？那是，现在通州区了。是通县，知道吧？现在是怀柔区，知道吧？怀柔区、通州区，现在门头沟区，现在都是区了。可能北京还有两个县，一个延庆县，可能还有一个密云县。昌平区了。昌平现在也是区了。